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凯，很久没有来永安渔港了。那今天带小孩子来这里走走晃晃，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分享给大家，跟着我脚步走吧 ，Go！接下来要过这个彩虹桥了，是一场硬战，因为还要坐推车。下班，越来越抱小孩 ，Let's go。
奶奶，那个爸爸同事说之前这边是现在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我刚车卡住。哦，那为什么那么久？瓶子掉出来，然后轮胎不能卡。有人帮我捡瓶子，然后再帮我捡。真的，人真好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主要是参观这个永安海螺文化园区。这个景点是之前来的时候还没有盖好，那今天过去参观觉得非常的不错，那也可以得到很多有用的知识。那因为现在时间比较晚，所以我们准备进去吃吃喝喝啦。那以上就是我的影片，希望影片快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拜拜。